植入几乎一个礼拜至少要一次吧，一年就、嗯、一年就好几十次了，上过无数次了，无数次数不清的种植入。都是跑河滨而已，那自从两年前接触观音山之后啊，就天天都在跑观音山。我觉得观音山就是等于说，就是它让我的整个马拉松整个跑步的生涯再度的提升上来。它山有观音山，它不只有很陡的坡，也有缓坡，对，而且风景还不错。管理区。